天稍微来看是一件车和意外，这是发生在日前在友爱路的路口发生奥特曼蔡龙的事故。其中一台奥特曼的车主在车祸发生了后，正卡当场骨折。江义市消防局在接到通报了后，随即派遣在安分队救护人车前往救援，好加在一名伤者在救护人员处理了后送到病院，并无生命危险。相关车祸的原因现在正由警方调查当中。甲市单分队叫灵车到之后，现场总共两台机车倒伫路中，其中一台机车女性驾驶在车发生之后，正卡当场骨头断去，并在现场等待救援，叫另外司机前往查看，并使用软式护目将这名驾驶的脚固定，并清洗伤口之后送往病院治疗。另外一名驾驶无明显外伤，甲市双叫提醒民众，驾驶车辆也就是开好多摆，拢要保持防卫性驾驶，路口一定。要减速慢行，随时注意四周内车，才会使避免车祸发生，危害自身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。新闻调频台齐彩凤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。全部完整呈现，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